BTS、Osaka、德翔、航运、大阪。好，接近满载，然后船上清一色都是 TS Line 的干货柜，少数有带蓝色帆布的特殊柜。德翔这家航运商，它是香港，总部在香港的一家航运商，然后它在台北、高雄各有一个行政中心。他是健行手，他跟香港不一样，他跟那个曼谷一样，都是那个健行手。这艘是航线是全货柜东南，